土城医院前，医护团队以及土城区里长和区长等人，大家卡位准备拍摄照片。医护紧绷的心情稍稍得到放松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烧，为了鼓励医护严守防疫第一线，日新里里长吴信平号召志工制作了500颗元气弹，送给医护同仁，并且谢谢他们这一段时间维护社区健康。我们防护第一线呢，这些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。那我们身为在地方哈，为这些民众服务，也就是有深感，是一种又紧绷到，对，那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这一种微薄之力呢，可以为我们的第一线来做一个加油打气的动作。有疫情又在让大家更紧张的时候，那我们大家在很忙的时候，那有收到这样子这么温馨的一个礼物，我们的感觉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。塑胶盒内装着8颗元气弹，平均要花8个小时的时间卤制。里长说，疫情爆发以来，大家的心情都很闷，更能想象防疫第一线的医护团队所承受的压力。而他们能做的，就是用美味的元气弹，让医护团队感受到大家满满的肯定和感激之意。在我们经过一年大家一起来防疫的，都能够顺利来平安的度过。那刚好今年那桃园的一些业内感染的微小的一些社区感染发生，我们土城区所有的里长，我们一定来全力力挺我们这些医师护师，做好这些的防疫工作，来保护我们土城。土城医院在当地为我们土城区所有24万人口服务，我们借此用元气弹来给他们鼓励加油打气。新冠肺炎传播疫情看不到尽头，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。土城医院表示，以医疗人员职责就是守护社区健康，降低民众使用医院的服务需求。他们持续努力，也和社区民众团结一心，相信能够挺过疫情。感谢土城区的加油打气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